大家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2024赛季的中超联赛第二轮的焦点之战会在我身后的球场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正式开球。中超就看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超联赛第20轮，上海海港在主场迎战南通之云的一场精彩对决。我是孙蕊，演播室里为大家带来专业解说的是刘老师和徐阳指导。二位老师晚上好。二位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二位好，很荣幸和二位老师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一场焦点对决。同时呢，中国移动咪咕将全程为大家直播2024赛季中超联赛30轮的全部场次，豪华解说天团重磅登场，名嘴大咖携国脚名宿坐镇前方，带来最专业的报道与解说。锁定咪咕视频 APP 移动高清，一起聚焦燃情瞬间，共享顶级足球盛宴。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让二位老师就着赛程赛果带我们来看一看本轮积分榜的情况。那在本轮进行的比赛，率先出战的就是本场上海海港与南通之云的比赛，稍晚一些将会有深圳新鹏城对阵北京国安。那么在明天进行的两场比赛，包括长春亚泰主场对阵沧州雄狮，以及天津金门虎对阵青岛西海岸。在周日进行的比赛是浙江俱乐部对阵成都荣城，而青岛海牛是主场迎战梅州客家，河南俱乐部九祖杜康是对阵山东泰山。在周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武汉三镇对阵上海申花。积分榜上现在的上海双雄他们是排名在前两位，而成都荣城现在已经距离第二位的申花已经达到了10分的分差了，北京国安是位列第四位，山东泰山、浙江俱乐部天津金门虎，河南俱乐部九祖杜康是位列5到8位，武汉三镇、深圳新鹏城、青岛海牛还有长春亚泰、梅州客家、青岛西海岸暂时是9到14位。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现在的深圳新鹏城也只是高出降级区的沧州雄狮高出了4分，南通之云暂时是垫底的球队。没错啊，那刚刚二位老师带我们来看了一下本轮积分榜的情况。那其实比赛进行到第20轮，整个的这个争冠形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上海双雄来争夺冠军的同时，但是保级区的这个形势就比较的严峻了。我们还是想听听二位老师来分析一下现在比赛的形势。从争冠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赛季基本上跑不出上海这座城市了。就中超冠军会，中超奖杯会留在上海城，但是到底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最后的冠军，实际上我觉得两点，一个是看后面的发挥的稳定性，毕竟亚冠马上就要来了，那后面亚冠一旦跟上来之后，那么双线作战对于各支球队的这个情况会有一个影响。再一个就是最后的那一场德比大战，其实那场直接的德比大战，我觉得可能会真正左右最终的一个夺冠形势。对，我还是希望德比大战之前呢，这两队的积分啊还是咬住，就是一场球的这种差距像现在一样只相差2分，我觉得这样的话那场比赛可能更加吸引人。我还是希望这个冠军的悬念呢能够在最后阶段才能够产生，否则的话拉开太久的话，这个距离拉开太大的话，那这个冠军悬念没有的话，可能对这个联赛也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保级的球队，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榜首的球队对最后一名的球队，那么我们也希望即使在最后一名也能够给榜首的球队制造一些难度，也是让榜首的球队这个日子一直在谈过得艰难一点，别过得太顺利了，制造一些难度，同时也为自己的保级之路打下一些基础。即使可能在实力上有差距，但是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了，就是可能在沙漠当中真正给你那口水的人是谁，对，是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希望今天的南通之云能在比赛当中能表现得更加有这种战斗力，能够让榜首的球队有这样的一些难度。其实我们在转五大联赛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些榜尾的球队，他是能给
排名靠前的球队带来很大的这种难度，甚至是击败榜首的球队，所以这个才是一个联赛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这样一点。对，而且我觉得南通之云呢，因为最近这个状态确实不是很理想，如果你接下来这场比赛又是遭遇一场惨败的话，可能球队的这种士气也会受到打击。对，我相信这场比赛他们一定是做足了准备说迎战这个强大的对手。是，我看了上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啊，孙蕊那刘同学好像球迷俱乐部有人是拿着喇叭，我看是在跟球迷在沟通，是吧，在跟球迷沟通。这个赛季特别流行，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来进行这样一个球迷训话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倒不是训话的环节，我加了引号的训话。对，我是看到这个俱乐部的人员拿着喇叭是跟球迷在做一些沟通，说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去打好这个比赛，接下来我们肯定会每一场比赛这个即使实力有差距，但是我们也会竭尽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球迷跟球俱乐部跟球员之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因为毕竟保级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说某一方使劲，是应该是三军用力啊，一起大家为这个保级目标去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希望今天的南通啊之云能够在比赛当中能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级的这种愿望。对，是的，也就是不管每一场比赛结果如何，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球迷和球队之间呈现出来这样一种感情，我觉得也是足球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方。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盛夏看球，来杯冰饮，生椰拿铁橙 C 美式9.9元，免运费就可以送到您的手边，边看边买，即买即送。点击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一个热卖键按钮，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同时，我们最快9分钟就能够送到大家的手上。那我们再说回今天比赛的情况啊，上海海港作为本届这个夺冠大热门，上一轮比赛呢是5-0大胜了青岛海牛。我们也是通过一个集锦来回顾一下上一轮的一个精彩的表现。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海港在上一轮面对青岛海牛的这场比赛。应该说这场比赛球队本来就是作用主场，当然刚刚开场青岛海牛也是给到了一定的压力，但是随后的比赛当中，应该说马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的海港也是迅速取得了进球。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巴尔加斯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也是通过他的助攻能够去给队友去制造威胁。古萨沃现在这个打法还是比较立体化，海港的打法，因为他中锋有这个古斯塔沃，另外在中场有奥斯卡的穿针引线，奥斯卡对这支球队来说是太重要了，他这个作用无人可以取代，没错。乌磊跟巴尔加斯呢是分居左右，但是两个人经常也是有一些换位，所以他中前场这几个球员，齐塔迪尼啊，还有这个茹萨呀，巴尔加斯、乌磊，还有这个古斯塔沃这几名球员，这位置你看经常会有这种轮转，对，所以让这个防守的球队啊非常难受。其实这场比赛呢，青岛海牛上半场顶的还是不错，一度也是给了海港队一些压力，但是比赛来到下半场，一旦体能啊出现一些消耗的话，位置上稍有松动，那海港就会抓住这样的机会。那今天这场比赛对这个南通来说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挑传到罚球区之内，最后是吴磊啊一锤定音。这场比赛巴尔加斯也是完成了助攻的帽子戏法。刚刚徐指导也是简单点评了之前海港的一些表现，实际上在上一轮您也是正好解说了这场比赛。对对对，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海牛像您刚才所说的，一开始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的，就是能够抵抗住海港轮番的轰炸。但是你光能抵抗没有用，你还得有还手的这个架势。是，但是随后的这个比赛，海港确实就他保持着自己的这种强度，给对手的压力很大。
导致说海牛最后有点撑不住。是，另外这个板凳的厚度，海港也是明显要强于对手。是，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防守反击，你不能只有防守没有反击。嗯。另外一点，这个比赛的这种延续性、体能的这种分配，那九十分钟，上海上一周天气非常热，嗯，然后那场比赛，其实对球员消耗很大。嗯，但凡体能一旦出现下降，球员那种注意力稍有不集中的话，那以海港目前的这种锋线组合，这些球员的特点，随时都会改写比分。嗯，当然对于球队来说的话，其实呢，我们看穆斯卡克在来这支球队之后，他的这种打法，比如说在场上哪怕是比分领先2-0、3-0，但是在随后的这个比赛当中，他依旧保持着球队这样的一个强度。嗯，因为我们看到像欧洲杯啊，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个比赛当中，一旦一支球队取得比赛领先之后，实际上教练可能会有一些战略上的让队员们回收啊，有一些这种相对保守的选择，但是穆斯卡克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其实我们在转播五大联赛的时候，也经常看到英超的比赛的托特纳姆热刺的主教练，嗯，啊，这个赫斯特克格罗，他的打法其实跟奥波是一样的。嗯，奥波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比分还有这个剩下的时间，比分跟时间不应该成为球队改变打法的因素。嗯，所以说就是他的要求就是，不管是几比几，场上比分2-0、3-0，或者是落后的情况下，都不应该改变球队的打法，还是应该一如既往的按照教练员的这种要求去打。所以他是给中超赛场上，我觉得穆斯卡特给中超上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嗯，那当然了，海港有这样的实力，他有这样的球员，有这样的能力，能完成这样的打法。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比赛当中，在这样的这种中超联赛当中，哎，能看到这样精彩的配合，精彩的进球，这也是球迷的一大幸事。我觉得这样的球队越多越好，有更多这样有性格的教练，能带出更多战术打法，这样对中超联赛，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进步。你看他的打法跟这个热刺是一样的，两个中后卫是吧，都顶到中场，两个边后卫像边锋一样。哎，这种打法的话，在我们以往的时候，中超赛场上并不常见，即使是攻击型的打法，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这在中超赛场上我真是没有见过，在英超我见过，但是在中超没有见过。我觉得这就是，哎，它可以推动中国足球发展，至少在上海海港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跟其他球队不一样的一种风格，不一样的战术。嗯，这个是对中国足球发展非常有利的事情。嗯，是的，感谢二位老师。那同时呢，今天其实也是上海海港是否能够冲击16连胜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关键之战。那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的会员福利时刻啊，足球会员首月5折限时优惠来了，仅需要20元就可以观看独家直播的俱乐部夏季热身赛以及中超联赛，还有即将到来的新赛季英超、西甲、意甲、德甲的全站的足球赛事，再额外赠送一个月的钻石会员的月卡，畅享巴黎奥运会的全部赛事、 CBA 的夏季联赛以及哥斯拉大战金刚二等全站影视综艺。大家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一个买一得二的按钮来抢购。同时呢，我们刚刚说了主队情况，再来看看今天客场作战的南通之云。上一场呢是0-2输给了泰山，其实大家都比较关心像南通之云现在这样一个情况，连续的去遇上这些强队，对心态上是否会有一些的影响。我们也是通过一个集锦来回顾一下上一轮的一个精彩表现。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可以说克雷桑啊大发神威，表现非常的出色。刘洋在左路的拿球，这叫传中球，后点方向其实形成了威胁，但这个球在没有落地的情况之下，克雷桑直接顺势倒挂金钩将球打进，应该是上一轮的最佳进球。而随后的比赛，南通之云只能依靠着远射去威胁王大雷的球门。又是克雷桑自己内切之后的一脚打门将球踢偏了。在这场比赛中，其实门将薛庆浩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否则像刚才那样已经快形成单刀的时候，他是果断选择出击。这是本场比赛南通之云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当然这脚射门最后还是被王大雷给扑了出来，替补登场的季胜潘的打门。
对，是一次绝佳的进攻机会，但是杨明阳的射门将球踢高了。其实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通之云确实获得了一些进攻机会，但是我们看不是被扑出，就是自己把握不住，打不在，没有办法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最后时刻，山东泰山在对手大举压上的情况之下抓住了机会。克雷桑本赛季面对南通之云是总共打进了5粒进球。最近南通之云已经是各项赛事遭遇了4连败，而且仅打进一个球，可以说我觉得进攻端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如果你想去拿分，想赢球，必须要在进攻端能够有所改善，能进球你才能够可能把分差拉开。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刘腾说这个进攻你首先要有这个得分的能力，但是你看现在通过这个比赛我们看到，南通之云的防守其实问题还是挺大的。对，第一个进球不说啊，这个克雷桑他反应确实快啊，这个球打得也漂亮。但是你看第二个进球，当然到最后阶段球队在反扑，我们看到防线跟门将还有跟前场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脱节的情况，而且球员已经跑不动了，已经是不能回追到自己的半场了。那最后阶段克雷桑那个进球，那基本上就属于很容易很轻松的打进。但是在那个阶段其实恰恰需要球队你还是需要防守啊，因为1-0那个比分即使是吧你拼到最后的话还有希望，但这个球一旦打进的话，那你可能彻底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我希望南通之云的球员还有教练至少在防守端能先保证做好防守，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有保级的可能。如果你防守都做不好的话，你还想打进对方球门，本身现在外援伤兵就比较多一些，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想保级的球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我保过级啊，我知道防守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在防守好的基础上，你才能试图在进攻当中哎做一些文章，定位球啊、角球啊这些才能有些机会。但如果你防守做的不行的话，那你可能离保级之路就越来越远了。其实现在积分我们看14分跟17分差距并不大，可能就是一场球的事儿。那现在别说是3分，现在1分。可能对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球队从场面上来说始终保持的还不错，就是你光看他这个比赛过程，你会觉得说这个结果不应该这么差。那当然了，也和球队可能换帅也有关系，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伊拉索维奇的下课，然后又把帕特里西奥给请回来，就是可能这两个教练之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无缝衔接，或者说对球队本身很了解，他也能够快速的去针对球队去解决一些局部的问题。但好像到目前为止场面可以，但是结果不是很理想。对，就是一支球队我们说想取得好成绩，一个赛季换了好几个教练的球队基本上很难取得特别好的成绩。所以这个阶段就是俱乐部教练员球员包括球迷一定要心要往一起想，劲儿要往一起使，这个才是最重要。而且保级之路最重要的还是先做好防守，这个是重中之重。感谢二位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的镜头切到我们的前方，去看看前方记者唐玉荣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最新消息。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上汽浦东足球场，那么今天晚上中超联赛第20轮的比赛呢进行了上。本场比赛呢，上海海港是在主场来迎战南通之云。那今天在现场呢，首先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其实现在呢现场已经起风了。其实最近3天以来呢，上海呢是连续发布了3天的蓝色大风预警，也是受这个台风格美外围的一个影响，连续呢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包括今天中午呢还发布了黄色雷暴的预警。其实从中午开始呢，浦东地区呢就开始有持续的降雨出现，包括现在呢这个天上又下起了小雨。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呢，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还将会有这个降雨发生，但是最重要的是还要看今天晚上是否会出现雷暴的天气。因为其实可能雨小的话不会对比赛有什么影响，而一旦出现雷暴呢，可能会出现比赛终止或是延期的情况，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个气温呢是维持在32度左右，应该说是本
周以来最低的一个气温，32度这样一个天气呢，其实无论对于现场的球迷还是这个场上的队员们来说呢，都是比较友好的。回到我们比赛本身来说一下两支球队的一个备战情况，因为其实上一轮联赛呢，南通智云和上海海港队呢是同一天来进行的联赛，所以其实两支球队备战这场比赛的时间呢是一样的。而南通智云这边我们也都看到啊，最近在联赛当中呢是已经遭遇了4连败，目前在积分榜上呢排在垫底的位置，保级的形势呢是比较严峻的，再加上最近的球队又出现了一些伤病，这个外援普斯林呢是因为受伤的一个原因呢，目前预计将会伤停6到8周的一个时间。另外呢，像是廖磊也是这个左肩锁骨的一个受伤的原因呢，目前预计会伤停4到6周的时间。那么球队的这个伤病情况对于球队的备战呢有一些影响。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今天首发名单在出来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卡隆今天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疑问。因为伊萨卡隆呢，这个之前因为家中的一个事故的原因呢，是回到荷兰有1周的时间，刚刚才抵达上海，而且昨天赛前的最后一堂备战训练课呢，他也没有跟随着球队一起训练。主教练其实考虑到他的一个身体状况的原因呢，所以今天呢是让他坐在这个看台上来观看比赛。而且今天其实伊萨卡隆是自己独自前往球场的，今天在球场外面呢，还有不少球迷是碰到了他，跟他一起在合影。今天呢，其实南通智云这边排出一个4-2-3-1这样的一个阵型来迎战上海海港队。但昨天其实赛前呢，南通智云队主教练也提到了一点呢，即使是面对上海海港这样的一个对手呢，他们也不会在这个客场的比赛当中呢摆大巴，他们还是会去争取到更多的球权，并且在自己的本方的进攻赛区呢给对手制造更多的威胁。他希望队员们能够做到，也希望队员们去为这场比赛而努力。那么上海海港队这边呢，目前呢伤病情况呢其实已经有所好转了，之前受伤的冯静呢已经是痊愈了，跟随着一支球队进行训练，并且今天出现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而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王振奥的这个伤势，那么王振奥其实呢目前伤停了有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伤势恢复的最后阶段，他跟随着球队基本上训练了有1周的时间。不过教练组对于王振奥的一个伤势处理呢还是比较的谨慎的，希望他是完完全全的康复之后呢再重新回到比赛场上。今天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比赛大名单，不过目前的情况来看，预计下一场上海海港队客场去面对山东泰山的那场比赛呢，王振奥就能够重新回到比赛的这个阵容当中。那么上海海港队这边呢，今天后防线上蒋光泰呢是因为4张黄牌停赛了，所以今天在中卫的位置上呢顶替蒋光泰的是张琳芃。而今天上海海港队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打法啊，在中前场呢是5名外援搭档着吴磊，那么后防线上呢一个改变呢就是张琳芃，左右两边呢是李帅和王申超这样的一个站位。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上轮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队呢已经是取得了13连胜，追平了中超历史上最长的这个连胜记录。而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向14连胜去发起冲击，去打破这个记录。今天这场比赛即使是面对南通智云这样一个对手啊，上海海港队呢就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也希望啊，在今天这场比赛队的这个比赛场上呢，无论是上海海港还是南通智云都能够为我们有一场精彩的表现。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的情况呢暂时是这样，我们先把时间交回到演播室当中。好的，谢谢前方记者为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那同时我们其实也是注意到了今天上海的天气好像不算是特别的热，甚至还能看到这个微微的这个风，那其实对于两边的队员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让二位老师就着双方的首发阵容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唐艺荣的介绍，包括我们对这个首发阵容的一个了解。当然两队都有一些停赛或者是伤病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蒋光泰的停赛其实对后防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场比赛我相信
以疯狂打法的为主的这个上海海港，后防的压力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南通之云虽然说也表达过啊，这个比赛想要啊在进攻端能够去给海港的后防线制造一些威胁，但是关键是中场这关你能不能过得去，我是觉得这点我比较担忧。对，我刚才一直在乐，我就想，32度这个天还不热吗？相比于前几天的上海，可能前两天35、36啊。上一场比赛就是35、6度嘛，是吧？就是踢这个海球的时候，那低了4度，那体感还是稍微差一些。但是其实还是挺热的，而且这个有湿度，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如果说中途在下雨的话，有这个大雨的话，可能对双方球员还是会有一定影响。这个，我觉得这些天气啊困难的这种准备，双方还是要做好，因为这个可能对，进攻一方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刚才刘腾也谈到了，海港队现在他的进攻今天拿到这个首发阵容之后，他中前场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中前场这种控制能力确实很强大。那么对南通来说，就是你要用整体来限制对手个人能力的这种发挥，如果你整体你跑动的这种冲刺的速度越多，对吧，冲刺的速度越快，对对手持球人的压力侵略性越强的话，那可能你的防守才会越严密。但如果说你不能够给对手施加这种强大的这种压力的话，那可能以海港队目前他中前场的能力来看，那得分进球可能只是早晚的事情。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去到前方看一看双方主教练的顺彩情况。球队目前有一些人员的变动，包括受到一些伤病困扰，这个对您的布阵和排兵有什么影响吗？Good afternoon. Cannot hide this. It's something that challenges us, make some difficult.But we prefer to focus in the positive things, in the players that we have to replace, that for sure they will do the best with the plan that we prepared to try to threat the opponent. 那完全是不能去隐藏的，确实是这样子，确实有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积极的一面，我们就要利用现有的一些人员去尽量的去布置一个更好的一个阵容去踢好这场比赛。目前蒋光泰的缺战和齐塔迪尼的三黄是否给球队的备战造成了一些影响？Boss, as we all know that Tyus was suspended for this match because four yellow cards, and also Leo already had three yellow cards at this moment. Do you think these two players' cards affect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eams for this match? No, not really. We were aware, obviously, that Ty was going to be suspended, so we've prepared without him.Obviously with Leo, it's again, it's not something where that's our main focus for today's encounter. 其实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因为之前我们也知道上场比赛结束之后，蒋光泰是四皇，这场比赛踢不了。那么所以说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做了在他上不了这场比出不了这场比赛出战不了的一个准备。那么 Leo 这边呢，我们也知道他的三皇其实也并不是我们准备这场比赛的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场比赛呢，我们将会开启冲榜得门票的福利环节，点击我们直播页下方的冲榜得门票的按钮购买打赏券，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中超的周边抽奖，在本场直播间送出礼物即可累计扣值，两支战队的榜第一名且战队个人扣值大于或者等于10000的，可分别获得该队中超下一轮的门票2张。那本次福利活动我们将在本赛季全部比赛当中去逐一开展，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规则，可以点击到我们的冲榜得门票的按钮去进行查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那我们前方的信号已经传来，让我们去到比赛场地看一看今天的精彩表现。新中超就看咪咕，欢迎大家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吴磊发威，进了国安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哎，可以，你们来了，2-0，助攻了，买皮箱，送出助攻。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
我们跟随着画面来到浦东足球场的球员通道当中，来看一看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上海海港对阵南通之云的比赛。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是整装待发，准备就绪。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现场的灯光秀，这个在五大联赛当中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球场都是已经是专业球场，对，专业足球场，所以这个各方面的灯光啊，场地的硬件啊，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是的，两地呢确实相距不远，所以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南通之云的球迷啊，也是来到了客场来为球队加油打气。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两支球队在之前中超联赛有过3次交手，那么海港全部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有2次零封的情况。而且海港最近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各项赛事15连胜，在中超联赛也是完成了13连胜。对于球队来说的话，今天有机会去打破纪录的。因为在此前中超联赛的连胜记录是2006年的山东泰山以及2019年的广州队和他们共同保持的13连胜。首先看到这场比赛南通之云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对比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调整的。戈迪内斯是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另外的话，在中卫的位置上是有一个小的变化。这场比赛之前在首发阵容的中卫安东尼，这场比赛是坐在替补席上。可能也是考虑到安东尼现在身上是有3张黄牌。而下一轮是回主场打河南。本场比赛主裁判是王威，助理裁判罗正、杨洋，第四官员牛明辉、艾坤和张超是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上海海港的首发阵容，刚才其实在开场合影的环节，我们看到海港的球员也是晒出了球队17号沈子贵的球衣。沈子贵也是因伤做了手术，我相信这也是对受伤球员的一种祝福，希望受伤球员能够早日康复。大卫帕德里西奥，两位光头主教练之间的一次对决啊，别说长得有点像啊形似。南通之云的话，最近4场比赛是连败，而且球队最近中超的3连败，其中只有1场比赛有过进球，所以对于球队来说，现在进攻端啊也是出现了哑火的状态。这场比赛刚才也提到了，普斯林赛前有伤没有办法登场，其实上一场比赛是7次过人，100%的过人成功率，他还是挺重要的。是的，他在中场很关键，但是他这伤缺6到8周啊，对球队的保级之路啊影响挺大的。嗯，
另外刚才也提到了归队的卡隆现在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当中登场了，这个对球队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开场前的这个灯光秀倒计时啊，很炫酷。好，主裁判一声哨响，全场比赛正式开始。这里是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上海海港对阵南通之云。本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海港是身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而本场比赛他们的对手客场作战的南通之云一身白色球衣。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由徐阳指导和刘腾为您带来。这一上来南通之云就有球员倒在了场地上。应该是球队的新援罗萨，应该是问题不大。罗萨应该也是中超的老熟人了。是的，罗萨之前在天津金门虎有过效力的经历。他在中场拿球传球这个脚下技术还是很娴熟的。应该是一名左脚球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两队的首发。今天呢，在海港这边，门将是一号严俊凌，后防线左后卫32号李帅，右后卫是4号王申超，中卫搭档13号魏震和5号张林鹏。本场比赛的单后腰是22号卢萨。先来看一下这次转移球给的不错，打到左路之后，李帅直接打向球门，这个球没有能够完全压住。本场比赛在进攻线上，左边呢是18号莱奥齐纳迪尼，右边是7号乌磊，中路是8号奥斯卡和10号巴尔加斯，而顶在箭头是9号古斯塔沃。先来看这脚球打在了内脚背上，稍稍偏出球门。而南通之云今天官方给到的是一个4-1-3-2的阵型，门将呢是23号薛庆浩，后防线左后卫2号未来，右后卫是26号叶道池。今天的两个中卫搭档24号梁绍文和15号刘伟。今天的单后腰是25号曹康，在前场前卫线是17号季胜潘，30号罗萨以及6号杨明阳，进攻线搭档29号郑浩前和9号戈迪内斯。看一下南通之云的这波进攻，罗萨的拿球在边路传递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哦，他还是右脚，应该还是右脚。左右脚处理能力都比较强，比较强啊。看看这脚传中球，被严俊凌直接没收了，来自于季胜潘的传中。这个球在背身情况之下想要一个连停带过，对巴尔加斯的一次犯规。未来这场比赛他跟叶道池的位置有一个变化，叶道池是打在了左路啊，左边后卫，而未来是打到了右边。因为上一场首发的话，当时是叶道池在右的。开局这个阶段南通之云打的倒不保守啊。一个是进攻也是敢于投入球员，另外一点防守让我们说这个侵略性还是挺强的。是的，像巴尔加斯这种球员，你一旦让他转身转过身来正面持球，对，那可能后防线就非常难受了。对，
这球并没有出界，想要再往里抹难度比较大，面对对方三到四名球员的防守，难度突破的难度可想而知。奥斯卡边路还有机会，奥斯卡拿球转身，想把球再给到右边，这个球想给齐达提尼难度太大。张琳芃今天是司职中卫，我们常说的，如果弱队对抗强队的话，首先你要保持一个比赛当中一个良好的平衡性，嗯，攻守的这种平衡。哎，这球直接挡进去了，薛静浩解围球直接被挡了进去。这个比赛就太对南通直运来说就比较困难了，打击有点大。对，就是如果是运动战进球我觉得也能理解，关键是解围球然后直接被古斯塔沃挡进了球门，他再想去倒地做扑救已经来不及了。古斯塔沃他封的还是很聪明啊，是，但这个时候作为门将来说呀，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因为你角度已经被封死，要不你向横向向边线推，是的，要不然你可以做，敢不敢做一个假动作，对，是吧？这样的话海港通过前场的一次逼抢造成了薛信浩的失误，也是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这个对南通志云打击确实很大，因为丢球早我觉得可能对球队来说会有这种心理准备，但是这种丢球的方式有点难以接受。这个偷球的回传又是差点出现了失误啊！所以刚才这次我相信就是受到这个丢球的影响，后防的球员这个时候内心有一点慌乱。对，球员需要赶紧调整自己的心态。是，而且海港队这种追身打法呀，这做得非常好。嗯，你看主教练也是帕特里西奥指着自己的这个头啊，头球回摆啊，梁绍文。但这次门将还是立功了，门将立功了，因为打这个青岛海牛也是，就几分钟之内啊，连续的这种追身，短短几分钟啊，就基本上锁定比赛的胜局了。所以对南通职业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稳定住情绪，啊，不要受这个失误的影响。对，尤其是薛定浩本人啊，更是应该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起码从刚才那次迅速果断的出击来看的话，还行。嗯。不过海港队他进攻这几名球员，乌磊、巴尔加斯、齐塔迪尼、如萨、奥斯卡、古斯塔沃，这几个人打得太熟了。现在对啊，两个边路有速度更快的乌磊、巴尔加斯啊，然后奥斯卡是中前场的一个核心，古斯塔沃是一个支点。对，先看这球，齐胜宽的前插，上一场其实出场之后也有不错的表现，所以这也是让主教练帕特里西奥这场比赛给了他首发的机会。看看这脚传中球，直接是被严俊凌将球摘了下来。啊，今天海港这球场还是来了很多球迷啊，这也是想见证球队历史。没错，也是中超历史啊。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待会儿球迷人数会更多啊。先来看这次在左路进攻快速的跟进，他这个球给的太追身了，因为今天呢是礼拜五工作日，所以呢七点半进行比赛，可能有一些球迷还在路上。你看这个球是吧，要不你就向底向横向边线这个位置传方向，要不就扣过来吧，这个球，对对吧，因为对方的身体重心已经是封堵的，已经是很靠近
这个门将的右侧了。没错，而且我觉得他接应就是让的这一下往右侧方向发展，可能这个方向的选择会有点小问题。正常来说，门将是背对着立柱这个方向，他是往球门方向领了一步，这个就有隐患了。先来看一下这次向前推进，打到罚球区弧顶处，直接一脚远射被挡了下来，但是海港队这边有球员倒地受伤。罗萨在后场位阵，把球给控制住，主裁判是叫停比赛。梁绍文这边是在解释刚才自己的这个防守动作，但是主裁判这边我们看黄牌已经是捏在了手里。手臂呢确实有一个动作啊，这也是刚刚租借，应该是租借，对，来到南充之余首发的，嗯，卢萨布。梁尔文的意思就是，我可能确实手上有一个动作是推了一把，但是不是这个手肘啊？因为刚才从他这个跟主裁判交流的时候，这个手势也能够表达得很清晰。追求恢复比赛。张立鹏起左脚的长传球，这个球给得很精准，打到左路之后，看看这次一对一到底线附近的传中后点方向，吴磊再往回倒三脚传球给得不错，还有机会，这一下四传四射，萨蒂尼的这个球呢，感觉球路上古萨沃也在，但是他这个球速给得非常快。对，今天吴磊感觉状态不错，你看这个球其实难度挺大的，吴磊还能把球勾回来啊。你向前冲，然后急刹车倒三角传，对，感觉可能更像是一脚射门，兜远角。哎，看一下南通之鱼的一次不错的进攻机会，正面的倒地铲球，李帅把球给铲了下来。快速的前插，李帅观察了一下倒三角传球，这球呢是被杨明阳挡了一下，直接回给后场张林鹏，直塞转身过来往里送，能不能扛住，超近了，扛住防守球员，面对出击的门将古萨沃将球打进，而且这脚直塞球是真的敢传呢。对，这个球应该是两次直线的传球，直接打透了南通之云两条防线，这个比分14分钟2-0，哎，先这一下对吧？对，而且不越位，就是后面这一脚直塞，其实给人感觉，加迪尼给的力量可能稍微有点小，但是梁绍文他这转身可能就慢了那么一个瞬间，0.几秒，而且梁绍文呢，他这个球呢。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对，对吧？然后这个球他刚才又吃了一张黄牌，他又不敢于大动作，对，不敢于动作过大。而且当他正想左脚去断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古斯塔沃，他这个身体运用非常合理，正好给身体，然后倚住这个位置，典型的中锋踢法。对，前场断抢，加迪尼，这球右脚给过来，吴磊的大门被挡下来。但是马上我们看后场控球的过程当中，你看上海港迅速是吧？对，前场的用压迫，奥斯卡外脚背将球送出来，左脚的打门，这个球是骗出球门。
这段时间海港的进攻气势如虹啊，丢球之后也能够前场迅速获得球权，然后发动二次进攻。他主要在这个球权的转换上，在这个前场的反压迫上，嗯，这个是海港最近做得非常出色的。对，因为他前场投入进攻人数很多，那这样的话丢球之后能就地形成防守的阵型，嗯，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海港队在这几场比赛当中还是给我们留下挺深的印象。没错，你看开场控球率我们就不说了，八脚射门了，嗯，不到十六分钟的时间八脚射门，每两分钟一次，这个频率挺高的。另外他这几个人啊，中场中间上几个人的轮转啊幅度还是挺大的。嗯，马尔加斯面对未来的防守，一对一自己内线打了，还是很有威胁的。马尔加斯最近几场比赛啊，就是没带，就是射门差了一点点，助攻做的不错，被饼了啊，就差一点点，真的就差一点点。嗯。啊，现在对潘特里希奥来说得组织一下了，得跟队员交代一下，因为现在这个阶段防守压力太大了。嗯。有球这一边，马上古萨沃移动过来。你看他前场这种压迫，是幅度非常大。哎，两个人来到同一个线路上，这球叶道池不太好处理。那球员在场上踢球会很明白，像叶道池啊、梁绍文这些球员，就你在后场出球都很困难。就你想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甚至在后场想起脚长传都比较费劲。对，那这个时候，我一方面。海港队他在前场压迫做得好，另外一点就是男同志云在后场组织进攻，或者说在反压迫能力上，那可能做的还是逊色了一些。是，这就能看出普斯林的缺席还是有很大影响。他起码回撤接应，然后一转一带，说不定还能把这个球能处理出来。对，就是在压力面前控球的人，在压力下控球的球员。对，今天男同志云在场上显然还没有找到。是。主裁判王维也是提醒双方在罚球区内的身体接触的情况。哎，罚球这个人啊，虽然他没进球，但是他是这支球队绝对的中场核心，嗯，灵魂啊。对，被薛星浩将球没收了，观察了一下队友的位置，选择大脚向前来发动进攻，看一下这球给的还不错，质量不错。嗯，贝什扬不扬把球拿住之后回敲罗萨，这球直接被断了，而且马上海港迅速的长传发动进攻打身后。奥斯卡这球传的啊，嗯，就在抢断那一瞬间他已经发现了吴磊的位置。对啊，你看你看海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啊，现在比分还是领先。对啊，这脚长传球给的稍微靠前了一些，队友不太好接。所以这个好球员就是他能在那一瞬间处理多项事务，抢断同时还观察队友位置，然后马上衔接的这个传球。对，其实防守反击就是反击的质量很重要，就是第一脚出球。嗯啊，奥斯卡这个球连抢带断带反击，一个人他都完成了。的助攻本赛季第五个助攻了，而古萨沃这场比赛也将自己的进球数改写到了18个。他跟吴磊可能要拼一下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了，变成内部竞争了。对，李帅大的带球，
正是因为有像如萨这样的覆盖面积很大的中场后腰的球员，所以这是说球队能够在前场放几名进攻手。对，另外齐塔蒂尼的位置呢跟如萨两个人有些时候会有些换位，当然现在来看呢齐塔蒂尼跟奥斯卡是分居左右啊前卫，对，但是其实齐塔蒂尼有些时候他还是要兼具一些中场防守的任务，而奥斯卡就是海港队前场的自由人。对，就最后进攻三区完成威胁传球的就是奥斯卡。齐塔蒂尼倒三角，这个球在他想传球的这个区域并没有接应的队友，横传转移球，直接一脚一个头球把球给破坏出去了。那现在上海海港还有上海申花在联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风生水起，对，过段时间马上亚冠联赛就开始了，我还是挺期待尤其是海港在亚冠赛场上两支球队有什么样的表现啊。这个接位球见高不见远啊，李老师，王振超把球让出了边线。你看海港的进攻，是吧？就两个中后卫在中场。对。边后卫频繁的助攻上去。对，边后卫就是拉到边路，有些时候拉到边路，是你看王申超的位置。他有些时候就真的就像波斯特科格鲁在热刺的时候，他边后卫有些时候他是在内部这个区域，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哎，现在要进来了，就是每个人的位置非常灵活，没有固定，对，轮转的非常自如。古萨沃想要脚后跟一拉，有点玩起来了这球。这个球如萨完成的不错，送直线再回敲。可能今天这个天气确实可能也凉快了，球员在场上踢的可能也比较兴奋，对，再加上比分领先的比较早一些。这球有越位在先了。对南通之云来说，对重点球员还是应该要重点控制一下。另外现在防守端有些时候我觉得做的还不是特别紧凑，还是有点，尤其在两线之间有点松懈，就是在两线之间总是能让要么古斯塔沃要么奥斯卡总是能拿住球。对，在这个区域拿住球的话，以海港队目前锋线的几名球员的技术能力，以四个人的防守态势很难阻挡得住海港的进攻。是，你看这个区域对吧，又空了，而且关键是总能让海港球员去找到这个薄弱的地带，然后有一个传球的线路给出来。而且今天海港在跟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这个前场的压迫做得更出色。武磊拿球，外线迅速有个套上，卢萨沃再给到右边，看看王申超的传中给到后点，这个球没有能够兜住啊。想法呢，应该是往远端再给，但是没有能够传好。对，其实现在在海港队能踢上主力不容易啊，这五个外援是肯定是主力，对吧？这五个外援，然后门将严俊凌，六个人，其实现在国内球员也就那么几个位置能啊。球发的质量比较一般。对，现在后防线这基本上也是国脚阵容，然后再加上蒋光太，前场现在一看只有一个武磊，是吧？这下转移球出现了失误，看看反击能不能传出来，两边已经散开了，中路自己带，但下一步怎么办？显然最后这脚带球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就是在有传球时机的时候并没有把球合理的送出去。奥斯卡给到边路，李帅看看他的传中给的有点靠后，
好球，这个球停下来，巴尔加斯自己往里溜，最后的一脚传中球，乌雷不上，再把球控制下来。另外我们看这个海港队啊，他两个后腰，或者说是一个后腰一个前腰啊，齐塔迪尼跟茹萨这两个球员啊，他不是那种纯防守型的，对，是吧？他更多的是进攻组织类型的球员，而且脚下技术都很出色，啊，相比较来说，茹萨可能更全面一些。对，防守可能是比齐塔迪尼再好一点。再好一些，他更全面一些。齐塔迪尼呢，进攻有那么一脚传球。看看我们这边这儿拿到了球权，这个球给的不错，找罗萨的传球，张琳芃也在回追，指挥队友的防线，看看罗萨自己突进去，内切再带，随后的这条打门被封堵住了，就是他的这个带球和最后的选择已经被预判到了，最后一脚斜长传头球的攻门啊，这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南方之云发动的最有效的一波进攻。对，这次进攻其实打的还是不错。对，哦，下雨了，防守一直在跟，几乎是把射门的线路给封住了，所以也是没什么太好的。今天可能这天一下雨，天也下雨了啊。对，这个球员现在感觉场上也比较兴奋一些。啊，这个是阶段应该是补水了。补水。这二十八分钟比赛，我觉得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一个是球进的也比较早，另外节奏很快。海港队今天显然状态比上一场打青岛海牛状态要更加出色一些，尤其上半场，今天好就好在在丢球之后前场的就地反抢，这种反压迫，在前场反压迫，这个做的让南通之云很难通过后场，哎，由守转攻，甚至连反击次数都已经很少。是的。但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南通之云已经有两次不错的反击机会，一次中路的带球，但是其他三名队友已经跑开的情况之下，中路没有选择传球或射门，那另外一次就是刚才这个斜长传打过来，是吧？作为南通之云来说，进攻的次数不多啊，但是每一次进攻一个是效率，一个是要打得要更加务实，另外防守呢还应该再紧凑一些，再紧密一些，因为现在如果你仅仅依靠个人能力的话，想要防住海港队的这些球员很难，你必须要通过整体的这样的一种构架，对，是吧？更严密的这种距离组织才能够防守海港队这些个人能力啊。这次在右路啊，王仁超调整到自己的左脚，再传后点被解围出来，而且发球去弧顶这儿是南通之云可以把球拿到，直接一脚斜长传，科基内斯面对魏震的防守，脚下一拉，等待队友上来，杨明阳自己内切打一脚，看看尝试一下，最后这个球是打在了张琳芃的身上，这个球选择可以，对。这球完全已经拉开了架势，而且在弧顶这儿距离退得比较深，有射门的机会。我觉得跟这种强队或者是跟这种能力比你强的这种对手过对抗的话，有些时候真的你要敢于展示自己的这种特点。对，战术的角球越位，这个配合不成功啊。那另外这种角球定位球的这种机会啊，得珍惜啊。对，我们一直在谈，就是我们国内的球员在场上自主决定比赛能力，这个一定要加强。有些时候就是最后踢着踢着都是交给外援来组织，有些时候自己要决定。看，哦，这个球给的力量有点大，接球交由王春超来处理。
萨。哎，这个时候严俊凌他的位置也要来到中场，协助同伴的全队的进攻。哎，又形成了传中的机会，但这球是被挡了出去。这巴尔加斯我感觉今年这个球可比去年进步了一大块啊。这个赛季的巴尔加斯有机会两双的好球，传得很漂亮，但最后跟进的这脚射门啊，奥斯卡完成的不是很理想，防守球员确实也是跟得很到位，所以致使他没有办法能够轻松的完成打门。巴尔加斯一个反身是吧，给过来，是进攻线上的正号前回追到这个位置上。但你看现在巴尔加斯、奥斯卡、古斯塔沃这几名球员，甚至是吴磊，哎，这几个球员彼此之间传球的时候都不几乎不怎么是有这种，就都能形成默契，对，不用是再观察再传，嗯，完全是通过这种默契。所以说他现在整个锋线进攻他们的这种自如的这种轮转的灵活性，包括几个人之间的默契程度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我真是挺期待想看看海港在亚冠赛场上的表现。是，这说句难听的，就你动动脚趾头我都知道你要往哪儿跑，哎，是吧，但确实是，就是一个可能一个细微的动作，这种默契就是通过长时间的训练比赛所达成。教练员要求也很重要。对，所以这个球队你看他进攻他是很有型的。嗯，这球两线之间又出现空当了，就这个奥斯卡搓起来，古萨沃背身，奥斯卡没有能够抹过来，这就是古萨沃的作用，对吧？背身支点啊。而且他这种支点，他是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体优势扛开防守球员，还把空间给挤出来了。对。所以今天的后防上，没有安东尼啊，对于南通之云来说的话，就是也是差了一块。看看南通的反击，嗯，不错。哎，过得很漂亮，给到戈迪内斯。看看戈迪内斯横敲，罗萨。左脚的大门正面被封堵，这次是吴萨回防到位。嗯，这脚球很清楚，巴尔加斯正面的带球给到吴磊，看看吴磊传中球被挡了下来。哎，南通之云反击又来了啊！看看，现在是五打五的局面。对，这段时间双方好像有拉开架势了。嗯。也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罗萨好球，季承帆再给回到罗萨，罗萨内切，随后想要一脚圆月弯刀，这个射门的线路已经完全被判断到了，搓起来想要头球回摆吗？对，这种球就很难了。嗯，但马上一回头，海港球已经是过中线了。现在是有六名球员回来，今年这个比赛节奏快。对，我们说这种快节奏，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两边的球员心肺功能的考验是很严峻的。嗯，这个头球一蹭。还有机会把球拿到，哎，但是这个阶段南通啊，它是有反击的机会，是，关键就是打到三十米区域的时候，怎么去把握住机会，包括倒一脚传球。你看现在在前场，罗萨敢拿球是吧？那其他球员就是自主完成比赛，自主去决定比赛的能力，这个一定得加强。看看叶道池，对，好球，倒三角，给的力量太大，而且右边根本就没有办法跟进啊。对。而且今天打到这个三十米区域倒是有机会，上半场后半阶段对吧，有机会，但是现在就是最后这脚球的处理稍欠了火候，包括说罗萨打到罚区弧顶这个区域，队友到底该怎么跑才能让他把这个球给传出来。对，现在他的选择好像更多的都是射门，那他没办法，因为同伴现在把球就交给他了，由你来完成最后这一下。
这个球往外线来领，李帅。塔沃这边是在中场的区，估计也是对抗多了一些，比较累。这会儿直接让吴磊顶在了前锋的位置上。阿尔加斯，这个球速比较慢。薛金浩，雨好像小了一些啊，从刚才的这个球迷视角的画面来看。刚才那几分钟双方来来回回的这种攻守转换，明显感觉到有一些疲劳了，也是来到体能的这种撞墙期，所以海港有意的把节奏稍稍放缓了一些。鲁萨这个球想玩一个脚下的花活，没有能够传出来。看看罗萨，赫迪内斯一开始是在越位位置上的，一个小斜线继承潘，再回敲杨明阳。你看打到这个时候，还是要交给罗萨。其实这个球，对，哇，拉不住。哎呦，这个球是贴身一直在防，手上一直有小动作不断啊，但是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拉拽，所以这也让裁判没有任何的表示。哦，这个球传得不好。其实有些时候在边路啊，能形成一对一的时候，可以大胆的突破。对。哎，吴磊正面持球，这儿稍微有点空，身前有比较大的空档，把球转到了左边。奥斯卡，这球给他稍大一点儿。旋转比较强烈，加上现在降过雨啊，场地更加湿滑。这个比赛上半场双方体能消耗都不小，对，因为整个上半场打到20分钟之后，双方在中场的这个防守啊，布置的都不是特别的严密，所以整个攻守转换啊，都可以很轻松的打对方禁区，是，所以整个来回的节奏还是挺快的。海港嘛，主要就是靠进攻去压制对手。但是上半场后半阶段，男童志云这个反击，哎，有些时候是可以打到进攻三区的啊。是的，又来了这个球，还有领过来，回敲，直接来一脚远射，抽进了。这是儒萨在中超联赛代表海港的本赛季的首粒进球，这脚球打的势大力沉啊，正好赶上他左脚。哎，这个球打的。太舒服了，给过来的时候太舒服了。其实也是一波持续的进攻。对啊，你看又是在二点球，这是两个前卫之间啊，齐塔迪尼把球回做给了抢断之后，回做给了卢萨，这球脚内侧兜了一道弧线。对，啊，脚弓推啊，这个球是正好给他架了个炮台啊，太舒服了给的。但是这个球也是我们一直在谈，前场丢球之后啊，其实这个传中出现了失误，但是马上就地的反抢。最后有一个踢人犯规，
这个上半场应该说整体的节奏快，而且很紧凑。紧凑。除了有补水的情况之外的话，中断的次数并不算多。他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儿。这是之前补了一张牌，就是在反击当中，他呢手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然后呢是补了那一张牌。后面的画面交代的比较清楚，看看这要传球，没有办法追到了，郑浩乾。这个打法，目前上海海港这个打法让很多中超球队都非常的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一个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的幅度，防守的这种强度、侵略性。那么在抢断之后呢，海港队第一时间又可以迅速的打透你的防线，是这个是让各支中超球队，可能以往的时候比赛可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节奏，所以现在。跟海港比赛的话，如果你不能适应对手的这种节奏的话，这个比赛往往真的是大比分，对，不太好踢，不太好踢，就是你根本就不适应海港的这种节奏。是，就别说中下游球队，就是强强对话，我觉得很多球队在面对海港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所以说现在，就上海德比看一看吧，这场比赛。看看申花怎么去应对，申花最近状态也不错，让人期待的一场德比大战啊。3-0领先了，这段时间海港是整体把节奏给降化了，后场的控球也不强调快速的向前，稳住节奏。而且你看现在的位置，是吧？巴尔加斯现在是在前腰的位置上，乌磊在右边，奥斯卡在左。好球，再送乌雷抹进去，再给抽进了。巴尔加斯终于进球了。乌雷在这场比赛当中又是送上了助攻，本赛季的第七个助攻。这完全是，完全是传进了球门。真的是，节奏现在不是说南通智云跟不上，很多球队就是真的是很难适应目前海港队这种打法。这个王申超两个人撞墙的配合是。那跟不上，跟不上，就太清楚了。行进间，包括吴磊的最后这一传，其实巴尔加斯是在几名球员的包围之中，但是他还是很好的找到了空间，而且吴磊也把这个球传到了这个空当中。是的，是的，这个就太难了，对于防守球员来说。这个比赛上半场打4-0的话，这个差距还是太大了，分差太大了。尔加斯距离两双的数据还差一个进球，两个助攻。好球！看看，好机会！啊！这个球是给了越位，但是我觉得这个球其实是个好球，给我感觉是个好球啊。你看。是吧？传球一瞬间，应该是李帅的脚好像拖在最后了。对，当然这个如果就算打进的话，最后划线看一看。对，你得先把球打进啊。对，哎，外围又是来一脚远射，齐达吉尼。又是张琳芃。嗯。前场抢断，这种反压迫能力太强了。对。这也是现在啊，海港他的一个取胜之道。巴尔加斯外围来一脚远射，这球打高了。穆斯卡特他的这种足球哲学，现在我觉得已经是，已经很深刻的烙在了海港的这支球队的身上。哎，
就是赛季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还需要一些磨合，对球队球员对他的战术啊还要有一些认知跟理解，嗯，但是现在感觉球队打到这个阶段已经是完全适应了主教练这种要求，是，而且球员在场上其实球员最清楚他能通过这种战术他能吃到甜头啊，嗯，毕竟是比赛，毕竟要成绩，对吧？哎，好球，这球外脚背传得很漂亮，杨明停下来左脚传，格金内斯那意思对吧，一招手你看我一下，我这个点其实之前杨明阳踢球呢还是挺有特点的，是是吧，他的个人突破呀还是挺犀利的，嗯，吴磊队友上来看看这条打门，哎，这次薛清浩还是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直接爆杆在近角的位置，你打得好，这球打得也好，而扑得也很漂亮，嗯，扑得，而且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镜头，就是在球出底线之后，你看奥斯卡他不是慢慢悠悠去捡球，他是慢跑啊，对，上半场只有两分钟伤停补时，这确实说明上半场比赛啊双方节奏非常紧凑，这还是有补水间歇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两分钟伤停补时，而且南通之云其实今天我觉得在进攻端最大的问题在于反击当中，最后就哪怕是三四个人他没办法解决问题，总是没办法给到一个合适的传球的位置，万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上暂时是4-0，海港在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是大比分领先。确实，球员在前场的这种配合也是越来越默契，再加上南通之云这边开场那一个丢球，我觉得对整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是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嗯、这场比赛，儒萨也是有所斩获，巴尔加斯也是终于破荒了。大家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吴磊发威，海港扳平了比分，打进了国安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哎，可以，你们来了，2-0，买皮箱送出助攻。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好的，欢迎回来，那又来到了我们的福利环节，点击我们直播页下方的冲榜得门票的按钮来购买我们的打赏券，就可以参与到中超的周边抽奖，在本场直播间送出礼物即可累计扣值，两支球队战队的第一名且战队个人扣值大于或等于10000，可分别获得该队中超下一轮的门票2张。本次福利活动将在本赛季全部中超比赛当中去逐一开展，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规则，可以点击我们的冲榜得门票的按钮去进行查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上半场的比赛的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个大比分的领先，其实也是让很多球迷心一紧啊。那其实上半场比赛除了我们刚刚看到有朋友都在说这个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又出现了，我们还是想要听二位老师来分析一下上半场整个比赛的形势。
就是海港还是保持住他自己的这种技术风格，技战术的这种安排，前场的高位逼抢，包括在丢球之后迅速的获得二次的球权，然后马上又能发动进攻，就是今天上半场我觉得海港把原来的这种风格给保持住了，就是现在他骨子里的这个 DNA 我觉得已经是成型了，所以在每一场比赛，尤其是面对着在中超联赛当中的一些中下游球队的时候，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说是有点摧枯拉朽的这种状态了。对，我觉得不仅仅是面对这个中下游的球队，就是现在积分榜前几名的球队，他一样会坚持这样的打法。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刘腾谈到的这个 DNA， 穆斯卡特他把自己的这种足球哲学很好的融入到了现在海港这支球队。我看这支球队，我现在我觉得跟前几个赛季跟看海港队比赛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战术打法特点非常的鲜明，他跟这个真的是跟这个奥波呀，真的思想这种足球的哲学真的是一样。刚才我刚才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球说是巨大的失误，其实所有巨大的这种失误都是源自于球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你给对手施加这种压力的话，对手才有这种失误。你包括这个当年的这个欧冠的比赛啊，是吧，就是卡里乌斯那次失误，如果没有本泽马前场压迫，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失误我觉得一方面是失误，另外一方面就是前锋线球员或者球队战术打法风格要求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失球，就给对手足够强大的压力。我们看海港队前场有进攻，有配合，对吧，有这种直线的传球，而且这支球队的风格没有那么磨磨唧唧，是吧，不会打来倒来倒去不会为了传球而传球，对，而是有机会的话他肯定会向前。那这个进球很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两次直线的球，对吧，两次直线的这种直塞球啊，这是巴尔加斯那些之后的一脚大腿，对，打得很快速，进攻很快速，因为这个时钟啊和比分不应该决定你的打法，这个就是奥波他谈掉的，其实跟穆斯卡特是一样的。对，你看球队不管比分几比几，他依然还是会继续施加自己的这种风格跟打法。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支球队让我们看到海港队，他是一支有风格、有想法、有打法的球队，前场的快速压迫、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把球员之间在前锋线上几名球员的这种轮转，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需要有球员非常强大的个人能力，这一点他也具备。所以我觉得在中超赛场上真的希望能看到这个海港跟申花那场啊上海德比，那高水平的德比，能决定冠军走势的德比。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两支球队能够在亚冠赛场上能否还能够表现出这样精彩强大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没错，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我现在看这支球队真的让我们眼前一亮，它不是以往的那支海港队了，已经完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打得更快更快，然后更流畅高效。对，而且这是一种典型的一种足球风格的一种代表，这个跟以往的时候可不大一样了。我们看他进攻的时候真的就是两个中后卫魏震跟张琳芃站在是这个最后，没错，站在中场，剩下全部是在前场。这场比赛控球率方面，海港也是占据优势，射门数是14-5，射正是6-0，越位的话1-3，传球231次对146次，角球各有一次，犯规各有2次，黄牌各有1张，这是本场比赛上半场的技术数据情况。对，你看他传球的次数不是那么特别多，300-400多脚、嗯、对吧，他传球次数其实比这个也只是高了几十脚，比这个男同志只高几，但是他的效率很高，他并不仅仅是要控球率，更重要的他的效率、他的速度、这个他的想法打得都非常非常出色。男同志云其实上半场表现的整体也还可以，但是球员的个人能力包括整体的实力跟海港队确实有差距，尤其是几次反击那种机会如果说能抓住一个的话，那可能对男童来说就不大一样，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差距就差距在机会出现了，把握机会的能力。是是的，感谢二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男童志云这边能够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的同时，海港也继续保持这样一种鲜明的打法，让呈现出来更加具有这种观赏性的一场比赛。那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足球会员首月5折限时优惠已经来了，仅需要20元，你就可以独家观看直播的俱乐部夏季热身赛以及中超联赛，还有即将到来的新赛季英超、西甲、德甲、
意甲等全站的足球赛事，再额外赠送一个月的钻石会员的月卡，畅享巴黎奥运会的全部赛事、 CBA 的夏季联赛以及很多的全站的影视综艺来等着大家。那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买一得二的按钮来进行抢购。那中间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下半场比赛精彩继续。大家好，我是吴磊。我是王大雷。我是姚军胜。我是甘超。我是吴昕。我是于大宝。刘烈作。王秀明。长春亚泰谭龙。河南足球俱乐部王向源。梅州客家球员史亮。青岛海鱼吴鹏飞。漳州雄狮队王鹏。南通智云刘伟。深圳新鹏城球员肖坤。青岛西海岸田玉。看中超上咪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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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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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以热爱敬未来。以热爱敬未来。大家好，我是咪咕中超推荐官范志毅。我是詹俊。我是黄健翔。我是杨晨。我是冯潇霆。我是李毅。我是杨旭。我是张欣欣。我是徐昂。我是董路。我是刘越。我是罗一晨。五大联赛激战正酣，新赛季中超繁华登场。哈登、薛队、鸟队、泰腾、血队、鸟总，尽在咪咕视频。看中超上咪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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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一起登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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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2024赛季的中超联赛第二轮的焦点之战会在我身后的球场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正式开球。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
新中超就看咪咕，欢迎大家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吴磊发威，海港扳平了比分，打进了国安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哎，可以，你们来了，2-0，买提江送出助攻。看中超赏咪咕，看中超赏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好的，欢迎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这里是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二十轮上海海港对阵南通之云的比赛。上半场比赛4-0的比分，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由徐阳指导和刘腾为您带来。吴磊刚一上来就是一脚攻门啊，也是极具威胁。下半场南通之云是做出了两个人员调整，上半场的左边后卫未来是被替换下场，另外戈迪内斯也是被换下场，贾博言出场。贾博言上一场比赛非常兴奋，所以后面在刚刚回到下半场比赛就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当然也是和当时的天气有很大的关系啊。哦，你看这一上来这个动作对吧，但是他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是打在了右边。13号宋浩宇，这是换下了未来。海港获得了角球的机会，直接是被门将薛其浩给没收了。在右路拿球，好球，好球啊！能不能切进去？但这一下，经验更丰富的魏震卡住了位置。觉得可能帕特里西奥也是觉得这个比赛比分既然如此，有所保留吧，毕竟你之后是主场打河南，相对来说可能还有更多的拿分的机会。这场比赛可能接下来要让贾博言这样的年轻球员在前场多冲一冲，搞一搞比赛的感觉。对，贾博言也是在海港的梯队效力过。这脚传斜线没有能够给到。巴尔加斯
外脚背传。今天这个比赛节奏始终是非常快。对，奥斯卡内切之后，这叫传中球，看看李帅最后的这脚大门是稍稍偏出。下半场比赛打了三分半，这个海港队你看他进攻依然没有减弱。对，而且开场之后这两次必进球啊，吴磊一次，这次又是李帅，这球打得还真是不错。但如果说我们常说李帅左边后卫是吧，如果说进攻的时候他还是站在中场这个区域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的话，他不会出现门前射门的机会。是，这个跟主教练在战术上的要求是有直接的关系。嗯，巴尔加斯来了，哎，让小霍来，但是这一让啊，其实古萨沃可能也没有反应过来。对，这个球其实传得不错。对，就是在行进间这种传球的话，让对方的防线你很难预判。是，看看罗萨，看看他能不能跟贾布言两个人有点什么化学反应啊。罗萨是在南通之云中前场唯一还是能拿住球，对，能持球的球员，就是在压力下他能持球的球员。嗯，奥斯卡中路拿球啊，这边空档很大，因为后腰不在位置上。奥斯卡给到古萨沃这边，停球，往回一拨。巴尔加斯，好球，看看巴尔加斯左脚再传。这球被防守球员解围出去，王振超跟进。好球，脚跟一抹呀，古萨沃，哎呦，这球跟进，吴磊补射，吴磊抽进了。本赛季吴磊的第23个进球。那这个五分半钟的时间持续给南通直云带来这种压力。所以现在海港的比赛就是比分不重要，就是重要的是球队不管什么样的比分都能够继续给对手造成这种压力。嗯，那这个球好像有点越位的嫌疑哈。射门一瞬间宋浩宇肯定是最后的一名球员，但是具体的这个位置待会儿看一看，没有一个回放啊，能够交代的更加清晰。那吴磊的门前嗅觉太机敏。对，吴磊这是要打破记录，也是要、我看这个记录，29个球的这个记录，单赛季他应该能打破。那这一下门将薛庆浩也是有一点受伤，好像肩部有一些不适。他已经非常努力了。是。所以这边我们看，马上啊，李华阳已经是在热身了。嗯，竖了个大拇指，应该是问题不大。进球有效，这样的话，比分已经是被改写成5-0了。下半场回来之后，这五分多的时间，海港保持了上半场比赛的强度，而且本身中场休息有一个体能的恢复，这种强度一上来，南通支云这儿确实也是难以招架。还是需要更多的把握机会。其实南通支云在上半场比赛35分钟到结束之前，上半场那段时间经常是能够打出一些反击，但是一到推进到这个三区的时候，确实不太会处理了。
然后这次角球后点，第一落点被解围出来，但第二下停的不是很好，马上海港的反击，萨基尼的拿球，这球是有一个身体接触的，裁判是吹罚犯规了。吉胜潘有个推人的动作，嗯，右路的传中，看看后点，贾博言，宋浩宇，嗯，杨明阳这个球传的不错，胸部停球，能不能把球控制下来？哎，这两下都完成的很好。前锋的郑浩贤给中路，好球，切进去，外脚背，切漂亮！这脚射门太有想象力了，非常的漂亮。本赛季郑浩贤的第二次得分，当然他作为曾经在海港预备队的一名球员，在进球之后，我们看也是做出了一个双手作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双手合十，表达对于曾经老东家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嗯，但这个进球打得漂亮，哇，这个外脚背太有想象力了。对。虽然比分是。现在还是大比分落后，嗯，但这个球对球队的士气，对，对，甚至对南通之云这个赛季保级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是的，这是一个积极的影响。而且我觉得帕特里西奥他的换人，起码下半场比赛贾博言登场之后，攻防两端的表现都还不错。对，就是，而且下半场我们看杨明阳在中场他的拿球动作明显比上半场要增加了，就是他有这样的能力，对，就是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你要敢于展示自己，敢于释放自己的这种能力。嗯，尔加斯，但是现在啊这比赛时间还有啊，而且现在海港的攻击群这边还在做着尝试，李帅一脚传中球，看看后边古萨沃控制住，王仁昭这脚传中球还是很危险的。今天这个比赛啊，这五个进球真的一个比一个精彩。哎，而且你看刚才郑浩贤这个进球，嗯，给看台上的南通球迷带来多大的这种幸福。对，球队实力肯定是不如海港，但是球员在场上所表现出的这种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嗯，我觉得还是值得掌声。对，哪怕是一场大比分的失利，对，球员在场上他没放弃，没有放弃，也说明球员的心态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对，后面的比赛就很重要了。对，这就是保级你最重要的一点，嗯，啊，你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任何一次机会。这是刚才那次配合，然后呢，奥斯卡的大门，最后布雷的聪明，奥斯卡，力量不大，但是角度真是太刁了。嗯，这撞墙配合外脚背，这个球是打得真的漂亮。角球，本赛季海港已经是有七场联赛。单场比赛至少打进五球了，这个数字创造纪录了。对，这个数字挺惊人的。对，先来看这个角球，严俊凌直接把球给摘了下来，
们看儒萨还有这个齐塔蒂尼这两个后腰啊，真的是脚下都能够组织。嗯，他不是属于，哇，他不是属于那种纯防守型的这种后腰。对，这个球不越位啊，先看一下郑浩乾，打出打出信心了。哦，但这一步防守啊，跟进的非常不错，让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射门角度了。小伙子又打出自信了。对，而且他跟贾维安两个人有化学反应。嗯，这个球是射门之前啊，正好是左脚碰了一下球。嗯，这个节奏的把控是由奥斯卡，对，由他来完成。嗯，贾提尼这球给的不错，再往里送，但这一步被防守员解围出来。但是二点还有，巴尔加斯在传，看看这个头球，刘伟将球破坏出来，但前场就地的一个反抢，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比赛还在继续。而马上南通支援一次反击，往右路去发展，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步的趟出来。过于靠近防守权位置，他这个比赛踢的，你别看南通支援下半场的比赛啊，嗯，踢的挺带劲的。对，哦，这下我们看夏迪尼是捂着自己的左膝。这边的上抢，有剐蹭，有剐蹭。嗯，哎呦，这个球贾维安的动作可是真的有点大了，而且不知道会不会有 VR 的这个启动，因为确实是蹬踏到了。这个倒不会，他不是说故意去是奔着球去。对。嗯，哎，我们看这边巴尔加斯是要被换下的。巴尔加斯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有一个进球的斩获啊，在进攻线上换上了冯静。当然，巴尔加斯的进球也是要感谢吴磊啊，精妙的助攻。穆斯卡特让巴尔加斯赶紧去治伤去，可能有点伤。你赶紧找这个队医是吧？对，处理一下。你别说下半场上来几个人啊，这，宋浩宇啊，嗯，贾博言啊，这两个球员上来之后，你看这踢球。有点那股子拼劲儿啊。嗯，杨明阳，对，杨明阳下半场也比上半场发挥的要出色，是他至少在中场敢拿球了。对，你看宋浩宇，这一下宋浩宇真的是拼命啊，真的是拼。小伙子上场之后，就是他，你别看这一两次动作能把球队这个心气儿士气带动起来，是应该问题不大，问题肯定是不大啊。但你看他真上啊，李帅明显屈膝收了。对，而且这个球是其实就是球打脑袋，鞋没有踢到，但这个球踢的，你看对吧，小伙子真拼啊。对，你这种拼啊是能够去感染队友的。没错，他可能技术啊是吧，这个身体啊身高啊可能不如对手，但是他拼呢。嗯，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踢球，我看着这球迷看着这好啊。嗯，你就算是比分落后啊，但你起码能够保留一丝希望。对，我们常说的，这他可能踢得不好，但他踢得带劲，嗯，真的带劲。罗萨和贾贝安站在球前。直接打呢，可能难度有点大。往下一踩，
罗萨再传，就这个节奏有点放慢了。但是罗萨这个过人很漂亮，随后的只要传中球，看一下对方选拦腰截断。叫门球。对，这个比赛，这个比赛质量挺高的。嗯，你看上半场是吧，0-4落后，但是下半场我们看南通之云一点都没有放弃。对，然后一点都没有放弃。南通之云再做换人调整啊，换上了老将罗鑫，包括中场的卢永涛，把杨明阳给换了下去，罗萨也换了下去。这个换人呢，这可能也要是为接下来的比赛要做一些准备了。对，嗯。另外的话，可能位置上会有一个小的这种变化，待会儿我们看一看会不会，就是，罗鑫因为是边后卫球员，看看叶道池是不是会提到更靠前的一个位置上。哦，这个球没有出界，冯静处理的不错，但这脚球传的过于耿直了，中场。齐胜潘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控制住。其实我们可以，就是每场比赛，其实真应该观察一下奥斯卡他的一些跑位。嗯。就是他在中场接应的位置，你看他总是能找到中场那个空当，啊，总是能找到就是让同伴传给他球非常舒服的那个位置。对，但这脚球传的不是很好啊。哎，下半场这个阶段啊，就是在南通之云那种压迫下，海港下半场的失误增多了。嗯，啊，不像上半场打那么流畅，就前五分钟打的还是不错。对，但是下半场整体的比分现在是1-1啊。你看，在场边，海港也是准备做出一些人员的变化，后防线的李昂准备是要上场的。罗鑫现在是打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右边后卫呢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宋浩宇，那也就是说把叶道池的位置往前推啊，打到了左边前卫。卢永涛这边也是带伤出场啊，头上也是缠着一个绷带。是在中场做出了调整，22号拿牌的如萨被换下，换上了16号徐昕。另外的话，魏震要被换下。这算是一个对位换人调整，因为李昂本身也是一个左脚的中卫。换下四支左中卫的位阵，从中后场去做一些变化。高高挑起的球，看一下这个球卸下来，吴磊啊往前领的话，这边一前一后啊两名球员，贾贝岩的球没有能够处理好。自己反抢和脚下的控球完成的不错，但是传球又出现了失误。李帅往底线附近自己腾，带到罚球区，倒三角方向传球，头球的空门打在了横梁上，外围奥斯卡这个球没有能够控制下来。李帅刚才突的非常坚决。手上还是有一定的动作。哦，你看这个宋浩宇，他是真拼啊！嗯，但是他这个，你看他的发力，他的这种跑动，他全部都是这个一个节奏，嗯啊，缺少一些变化。
让啊，这次被断了啊，看一下郑浩贤，这个比赛打得真热闹，这比赛打得太热闹啊。郑浩贤摇摇晃晃进去，角度太小了，角度太小了，把角度带没了。其实他可以选择走内线，拿左脚射门，因为那时候张琳芃啊位置稍稍有些偏差，郑浩贤估计也没劲儿，拼的也比较凶了。奥斯卡，王晨超，许昕直接就地反抢，这一步上的动作稍微大了一些，裁判吹罚了犯规。曹康被踢倒，这个比赛下半场这比赛打的这不像是榜首跟榜尾球队之间的较量，对，这个比赛打的还真挺激烈，尤其是下半场南通之云主教练虽然是换下了几名主力，但是上场的球员啊一个是拼劲儿，一个是比赛这种状态啊，给海港还真是带来了挺大的压力。墙已经是快贴到严俊凌的面门上了啊，而这次逼抢是行之有效的，造成了冯静的丢球。龙涛这个球控制的不错，看看，哎，这个球如果要传地面就好了，但是你看有想法呀，对啊，就小范围的配合思路很清楚，对，看看换人之后啊，啊，海港队这球没有能够做到，这刚刚这一下关键打的现在有来有回啊，对，再传好球啊，就差一点，哎呦，这球传得好啊，就差一点，对，这球他可以传前方是吧，但是传斜向的话这种球的话难度大，但是传好的话可能就直接面对球门，是，哎，真不错！这儿是倒地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就是真的，下半场比赛有来有回，这个节奏一点没减。对，尤其是南通之云下半场这个比赛打的。哦，在奥斯卡完成传球之后，他向前跑，然后跟奥斯卡有一个交叉，这一下两个人身体上有一个接触，左肩可能是被撞了一下。小伙子下半场拼的可以。而关键是他不光是防守端表现出色，他进攻端的时候他也能够有一些帮助。对。就看小伙子这个体能怎么样了啊，这天气热，而且一直是一个速度，全部都是全速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就是弱队对抗强队，想要击败强队是对抗强队，很重要点就是在区间的这种冲刺跑的次数跟距离。刚才也是把贾碧妍叫过来，然后呢有一个简单的交流，恢复来进行。冯进，横传，这球还想再往里抹，但背身反抢。许昕拉到了左边，外脚背传，这球给的力量稍稍大了一点，不过球并没有出界。龙涛，前场就地反抢夺回来的，许昕挑进去。高度不够，节奏掌控的不错，但是换人之后呢，海港队确实在中前场的配合出现了很多次的失误，这种传接球的失误也导致球队的进攻配合不像上半场那么流畅，是，这也给了南通之云反击的机会。对，我倒觉得
海港这边替补登场的几名球员，他们相互之间的化学反应没有南通支云这边的替补表现的好。南通支云替补我没有什么反应，我就拼 是吧，我就跟你拼了。那他也有这种小范围的传递，对，打得很精妙啊。我觉得输球之后倒是叫球队放开了，对啊，主教练也是给了这些比赛打得少球员更多的机会，嗯，我觉得挺好。你这样的话也许后面他们有机会成为首发的，对，一些保级这需要球队每一个球员啊。这叫传中，这球啊最后还得交给奥斯卡呀，嗯，杨把球给到张琳鹏，看看在中场再过渡，夏迪尼给到右边路，王振超多了一点点啊，哎，李帅，哎呦，小角度近距离的一脚爆杆，最后没能压住，力量很大，这个球太想发力，嗯，这球太想发力了，有点抡大腿了。哦，抡大腿，这个球，嗯，其实球可以再往地面降落一些，降一些的话，然后拿小腿摆动，对对对。嗯，哎，第二场，上海德比是在海港的主场还是应该是海港的主场吧？嗯。那我估计一票难求啊。申花主场，申花主场，那也是在哪个主场都是一票难求啊。对。又是到了补水时间，其实今天这个天儿啊，虽然下雨，但是上海其实还是挺闷的。对。这比赛的节奏，始终是保持着高速的这样的攻防转换。嗯。我觉得这个跟主队，尤其是获胜，目前领先一方的这个上海海港，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教练员的战术，对吧？不是说因为这个比分领先就控制节奏，把比赛的节奏压下来，而继续采用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的压迫，就地的反抢。嗯，而下半场南通支云换人之后，我觉得球队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这种速度，嗯，甚至是几个人之间小范围这种配合反击。也完全都放开了，对，可能这个比分大比分的这种落后也让球员彻底的把这种思想释放。嗯，但是现在就是能不能在这个开场的时候就把这个思想彻底释放呢？是吧，嗯，这个是不是能够让球队会有更好的这种表现呢？嗯，场边我们看到吕文君和杨世元是准备要上场的。嗯，而教练员，我觉得穆斯卡特，在这个用人上还真是不拘一格。嗯，冷静。嗯，直接反抢。虽然是一个犯规，但是从这个比赛来说的话，就是他的这种战术的要求是这样。对。宋浩宇这个球放的还不错。对，前几场比赛傅欢。也又重新回到了首发阵容当中，嗯，是吧？杨世元比赛打得少，刚才看了杨世元，哎，今天也要出场，嗯，就只要你训练，哎，达到这种要求的话，教练都会给机会。对。而且接下来，有足协杯，有亚冠，有联赛，嗯，是吧？球队都需要面临极限的竞争。是。越位了。杨，好球啊！看一下，李帅，倒三角，想要直接打门，被防守权给拦腰截断了。再回敲，看看这脚远射，有一个折线球进了。徐昕、啊，这个就没办法了，因为线路发生了变化。但是徐昕只要打门，打得非常的果断。但是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在第一时间，南通支云已经是解围了。海港继续在前场压迫反抢，
啊，这也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我们再看啊，嗯，是吧？你看是不是又是在前场、啊、回坐？对，绷直脚背是吧？他其实是想打守门员的右手侧、嗯，但这个球是被防守权挡了一下。杨世元、李文均登场，加迪尼也是被换下了。古斯塔沃、吉塔迪尼，这场比赛古斯塔沃也是两个进球、一个助攻的数据。刚才那个头球的话，再进就暴击法了。对。多多少少可能对南通之云这边有一点点小小打击啊，就是之前其实踢得不错嘛，而且防守防得也很好，这个球是有一点意外的，但这种意外也是在于确实海港这种持续施压，对，所以我觉得作为无论是南通之云还是我们中超其他联其他的球队，都要逐渐适应这样的比赛节奏，因为你在这个无论是在洲际赛场上还是在现在的国际赛上，我们看到像这种球的话不会给你太多的空间，是吧？在禁区里面你的处理球的时间，是吧？你看主教练他还是继续让球队加强进攻，是吧？他马上捡球，一般情况下这种教练把球踩脚下别着急，是吧？讲两句，但是他不会喘口气，是吧？对，他不会。确实像这种类型的教练如果能够更多的出现在中超的赛场上，我觉得可能对中超未来的这种观赏性，包括球员对是的快节奏的适应会有好处。没错，那这种教练的话、真是越多越好。嗯，就是你能，而且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上海海港他在比赛中想要表现什么，对，他想要做出什么样的这种战术啊，球员在场上的跑位，球员每一次的这种抢球，对吧？你看三条线的这种距离的保持，对，都非常的这种非常出色。另外有些时候在阵地进攻的时候，两个中后卫、两个边后卫的位置，是吧？两个前卫线的位置，巴尔加斯跟乌磊的位置，是吧？都有很纯熟的这种轮转。对。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加强了中超赛场上的这种战术的丰富程度，是吧？把中超比赛的这种节奏提起来，其实对每支球队、对中国足球都是有帮助的。嗯，冯进后点啊，你看李文君，对，换上场的人一样，是吧？这是教练员战术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去执行。对，那各支球队你要再打海港的时候，再跟海港对抗的时候，那你可能你要做足了功课，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另外球员的个人特点也必须要提升，你才能对抗更强的球队。等了半个赛季啊，徐昕终于是完成了一粒中超联赛的进球，裁判示意是要回到刚才的犯规地点，然后来罚这个球。主教练穆斯卡特不大理解这个球啊。打到了83分钟，穆斯卡特给球队的要求啊，提出的这种战术的这种指导依然还是跟开场是一样的。嗯，看看这次传中球门将，哎，裁判是吹罚了有冲撞门将的犯规。哇，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说呀还真是个好球。
场边小将华奥准备要上场。龙涛，这个过人处理的不错，纵向的带球，好球，变向。能不能第一时间就是合理的一个时间把球分配出来？对，带的有点多了。是，前两下带的都很好。哎。哦，郑浩前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我估计可能也要换他了。今天小伙子踢得非常兴奋啊！嗯，哎，场上不惜力的奔跑，也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没错。刚才那次膝关节好像别了一下。对，面对徐昕的带球的时候，他的一次倒地的防守。啊，是张宇烨啊，准备要登场。哎呦，这个情况可能不是很好。对，他这个可挺重要的。没错。膝盖的韧带是不是有一点损伤？是啊，他可是保级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将啊！哎，这是他刚才那脚外脚背的射门得分，非常的漂亮。外脚背这小腿的摆动啊，非常飘逸，这脚球射的。张宇烨登场。你看。教练马上过问他怎么样，他可真是保级路上的大将。也是希望没什么大事吧，因为确实对球队来说，他要受伤的话，真的有点伤不起的。背后有一个过分力量啊，宋浩宇手部的一个动作，迅速将球发出，里边也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快速的一脚出球，现在确实是把叶老师拉到了中场的区域，这脚长传球没有能够完成过顶。徐昕，你像刚才这种球的话，由守转攻，其实在中场这个时候身边没有防守球员，对，自己处理起来这种球的话还是要更稳妥一些，因为好不容易球队抢下球，由守转攻又打到中场这个区域，所以这种球的话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球员需要提升的。看看这左脚传球，杨世元的传球被挡了下来。看看这次罚球区前，吴磊想要送直线队友的一个斜插，还有机会。吴磊把球给他边路，自己往门前去冲。看看奥斯卡节奏很好，看看这叫近距离的推射，球进了。这谁呀、啊？冯进应该也是赛季的首球。对，这个球奥斯卡是在传球的那一瞬间，他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对，那一顿是把防守的节奏给晃开了。这球也算是拼进去的，你看踢完球之后，你奥斯卡这跑位啊，哎，你看他还就这一就停顿这一下，对，有一个佯装似乎像是要是传球的动作，然后呢一个停顿，然后马上再起脚传。对，但是现在就是内部这种前插呀，确实挺难防的。这个全世界现在你看曼城打这个位置，对吧？是，这个就是在禁区脚附近这个位置内切。但是作为南通之云来说，
你防守在那个位置上，你必须要格外的注意小心，尤其是对奥斯卡的盯防，更要严上加严。对，李文爵带球稍微多了一些，而马上南通之云这边手转攻，23次攻门，10次射正，7个进球，这个效率有点恐怖了。对，就是你看他并不追求是吧过多的控球，是吧他更多的是向前的这种快速的进攻渗透，然后利用奥斯卡他在中场这种节奏组织的这种变化，而且你看刚才那个空间，奥斯卡就是他总是能够来到同伴传球非常舒服的那个位置，是吧，总是能发现空间，空间有但是不是谁都能发现的，对，是吧，每场有但是发现美的人不多，但是奥斯卡他是真的是在场上这支球队缺了奥斯卡这个味道可能差多了。李阳的防守马上就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卡一个华丽的转身，但是撞开了宋浩宇对他的贴身逼抢，马上自己的带球，外脚背锁出来，球进了！哦呦，这是完全个人表演啊！这个球真的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哦，从中场对是吧？一路盘带分过，有盘有对抗，有盘带，有和队友的配合，然后还有最后的这脚射门。哦呦，奥斯卡给了3分钟的伤停补时。再看，这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本场最佳，这更是这个赛季啊，奥斯卡都是最佳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是的。现在就这个赛季呢，可能在联赛数据上，可能对奥斯卡的这个关注就是在于后面是否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双15的状态，对吧？就是不可，他踢球方式就是你不可预测，叫不可预测的踢球，而且他在比赛当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的这种创造力太强了，哎，这次是有一个犯规，贾博言制造了一次犯规，这个位置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也很适合左脚球员来主罚。他就是比赛当中，无论是哪支球队之间啊，跟海港比赛之间，他就是那个差异的制造者。好，贾博言走开了，看来还是想要做一次配合吧。这边看一看，队长刘伟站在了球前。助跑来看是要大力打门的，而人墙呢毕竟排得比较密。哎，好机会，小边带的稍微有点多，而且出球慢了一点，不过还有，太出色了。奥斯卡我们说就是看这球啊，给他球速倒是很快，但是队友并没有能够包抄到位，就是他真是怎么讲，就是聪明的玩家，就是他很好的能找到这个字里行间的这种空间，他都能找到。在中超来讲，那就是聪明的高段位玩家。对，高段位玩家，而且应该是就是球场的一个漫游者，是吧，哪里有空间你哪里能看到他。对，而且他踢球你看很少就是那种啊全速那种冲刺，他都是能找到这种场上最有威胁的空间，这个可不是教练员教的，这个就是天赋。这个就是天赋，对足球的理解。对足球的理解，没错。罗欣这个球队友在越位位置上没有要，而且他那些动作都是在抗压情况下做出的这种自然的选择。是的。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场大比分的胜利，上海海港是创造了中超联�赛14连胜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与此同时也是连续各项赛事的，哎，我们看吴磊这边是在跟杨志源，刚才画面当中出现的是杨志源，但是不知道在跟谁表达啊，这个感觉状态比较激烈。一场大胜，对于穆斯卡特的球队来说的话，创造了中超的纪录的同时，也让球队继续在金榜上领跑。这场比赛确实球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当然对于南通之云来讲的话，他们下半场一度让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的希望，通过换人调整，场面上球员的积极，包括经验的这种传递配合和最后的那脚精妙的进球，但是这种表现持续性还是需要加强。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吴磊发威，海港扳平了比分，打进了国安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哎，可以，你们来了，2-0，买皮箱送出助攻。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好的，欢迎回来。那上海海港呢，也是在一场大雨之中啊，以这个大比分的领先拿下了这一场比赛。那其实正如二位老师在赛程中说到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不像是领头羊来挑战垫底球队。我觉得在放开之后的南通之云带给大家的，除了惊喜以外，让我们看到这支球队也是有到这种拼劲和更多的这个潜力去挖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二位老师会就着我们的赛程的集锦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来看一下下半场比赛，刚一上来海港的这次进攻，李帅的小角度打门，皮球是稍稍偏出，而随后一次撞墙的配合，奥斯卡的推射被扑出，但是吴磊的补射帮助球队将比分改写。郑浩乾跟队友做撞墙配合，进去之后外脚背直接一脚射门，非常的漂亮。这个球呢，多多少少在后腰位置上，如萨可能没有想到，就这样被切进去。对，李帅杀到底线附近，再传，这次头球顶在了横梁上，解围球没有能够解围远。回敲回来，徐昕的打门有一个折线，吴磊策动的一次进攻，奥斯卡节奏上有一个小的变化，然后倒三角送到门前，冯进攻上的一个推射帮助球队改写为7-0的比分，7-1的比分。奥斯卡，这也算是独闯龙潭，但是和队友合理的一次配合，随后自己完成了打门得分。那刚刚我们也是看到这场比赛的一个集锦，那想问二位老师，在接下来这个道路当中，能不能够为南通之云来支支招？其实我觉得阶段性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改变，包括郑浩乾和贾斌之间的这种配合形成的化学反应，表现真的很棒。包括宋浩宇替补登场，他的这种精气神，我觉得实际上就算是大比分落后，球队并没有去真正放弃。当然，你如果光看比分的话，你觉得好像这场比赛，南通之云是任人宰割的。但是实际上过程来讲，南通之云我觉得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可能，但是确实海港今天自己的这个进攻打得太好。对，我是觉得两支球队实力上有明显的差距，实力上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很重要一点，我这两天反正我也老看这个看电视剧啊，这个不抛弃不放弃啊，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在
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球队并没有放弃，这是南通之云做的很好的一点。尤其是下半场那个进球，我觉得那个进球可能就是球队保级的一个基石。别看大比分8-1，但是球队其实整体上并没有放弃。对，而且我们看到两个教练员，这个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这个我看到这个帕特里西奥，哎，走到球场里边跟每一个自己的弟子，哎，去击掌。去鼓励，去安慰，这是他的一个，就是他还是满意球员的表现。确实两支球队实力差距有明显的这种差距。而作为穆斯卡特来说，我觉得他的让给我的印象可能更加深刻，就是球队在5-1、6-1领先的时候，依然是快速拿球，让球队继续进攻，要保持比赛当中这样一个节奏，要继续让球迷欣赏到最好的足球。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我对手最大的尊重就是把球打进对手的球门。那这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穆斯卡特也好，或者奥斯卡也好，确实让我们这个让我眼前一亮，就让所有的球迷眼前，就是这支球队，我这连续转了几场的海港的比赛，哎，我是感觉这个球队这个赛季真的是给我们中超带来了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战术的风格跟打法。对，这个是能够让我们在中超赛场上，或者是我们在未来的亚冠赛场可以去跟对手抗衡，同时能让中超联赛有更多的这种观赏性，能让更多的球队哎去适应，去接受，去跟对方，去跟海港队去比拼。那这样的话，中国足球中超联赛才能进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教练，他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足球的这种战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足球风格，能让各支球队在未来与海港对阵的时候能够想出更多的办法，怎么样去给海港提出更多的问题。至少现在穆斯卡特他率领海港，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足球，让我们看到了以往我们没有见到的这种足球风格，这种打法。这个包括海港的球员他自己也能感觉到，包括今天对阵海港的南通之云的球员，上一场比赛输球的青岛海宁都能感觉到这支球队他的打法，他的球员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中超联赛的进步。今天虽然比分是1-8，南通之云失利，但是那个进球，球员在场上他们下半场那种不放弃的那种精神，我觉得就是他们保级的基石。没关系，输球没有关系，但是输球之后你要找到，是吧，未来发展，你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方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包括海港今天赢球了，有没有不足，是吧，最好的教练就是即使8-1，即使5-0，也能找到球队的不足。那不好，那如果说优秀的教练还是一样，在输球的时候能不能够承担责任，能不能够给球队更多的这种鼓励自信，能在未来的道路上，哎，把比赛打好，这才是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联赛。没错。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海港队，就是徐阳指导在赛前提到了，这个一个好的球队一定不能是因为比分而去改变战术最好的体现。那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去到前方看一看赛后双方球员的身材情况。也是一个想问一下，因为之前有点伤嘛，然后但是今天反正打了差不多半场替补上场，一个是自己的伤怎么样？就上场足协杯踢了，就腿有点紧，然后就怕拉伤嘛，然后所以说教练就安排休息了一场比赛，没问题。那今天的进球感觉怎么样呢？有没有觉得自己一个状态的回升？就很感谢教练的信任吧，然后这个进球是作为回报，然后回报给教练。那现在海港已经创造了新的中超纪录，对这个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不是终点吧，就胜利还会继续下去。一点点遗憾的是今天被对手打一个球，打进了一个球，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今天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要改进的？我觉得这也不算不完美吧，然后这个进球可以让我们再总结，然后下一场比赛踢得更好。本场比赛踢得很艰难，请点评一下本场比赛。上港是一支强队，然后我们其实也做好了困难的准备，但是由于我们开局的注意力不集中，然后过早的丢球，然后导致后面比赛变得困难。实话是说，上港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压迫，但是我们也在踢我们自己的足球。对，好，谢谢。好的，欢迎回来。那其实今天呢，海港队的表现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之后的这个上海德比的这个精彩程度了。我都想去了，我都想去上海看一看。哎，那真是一票难求了，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本轮的赛程，二位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已经结束的比赛呢是海港8-1击败了南通之云，那么深圳新蒙城和北京国安暂时0-0战平。明天进行的比赛是长春亚泰对阵沧州雄狮，天津金门虎对阵青岛西海岸。在周日进行的比赛是浙江俱乐部对阵成都荣城，青岛海牛对阵梅州客家，河南俱乐部九组杜康对阵山东泰山。而在周一进行的比赛是武汉三镇对阵上海申花。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中超的第20轮海港对阵南通之云的这一场比赛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那今天晚上呢奥运会的开幕式也即将的进行，我们属于体育人的浪漫啊也终于来了，请大家持续的锁定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大家带来全程的直播，我们下次比赛不见不散啦，拜拜，加油。